阿木要特别讲一下，阿木今天他的那个跳舞比之前有好大的不一样，他不各色了。以前你就会就看到他一个人很有特色，今天你能看到他融入在大家里面。何一凡，我觉得今天你真的超可爱。以前你对我的形象就是你很强、很帅，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很喜欢你有很多的面子，我很期待你以后会给我们看你会怎么样。谢谢 Amber 老师。回想起，我觉得你放松了很多，把那个感觉放在你每一个的舞台。我觉得会进步更多更多。今天看你这么也很开心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。而家咧，杯捧起，挺你一下下，在佢们之中，谁能成为代理撑腰王？可以佢板边板，个？什么人呀？恭喜，雨生田菊舞。谢谢你们。